水彩课，好，林彦成告诉我你念的是哪一个班？我念的是资优班。好，告诉我们班号。不错，318。好，对你们导师有什么说法呢？谢谢他3年来要打我，把棍子都打去了。那你应该很感激你的老师。没错。那最后对全班同学有什么话要讲？老师，这是什么？班的毕业快乐。好，那毕业之后你会开着什么样的车来载我们去 Seven 喝咖啡？牛什么？牛车，不错。好嘞。咖啡，嗨，欢迎你来。好，那你对318要讲什么？毕业快乐。好，导师呢？欢迎。哇，太有味了吧！来，看到镜头一定要说老师好。老师好。来，请说。来，好，接着嘉华。来，你好。你要说老师好。老师好。跟老师说一些话。虽然我不会画画，但是我画得像塑胶花。OK。好，毕业快乐。毕业快乐。好，来，志成，你们可以一起讲。来。老师好。然后嘞？毕业快乐。然后嘞？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什么呢？好啊，谢谢你们老师什么的。以后要想我们哦。好，接着来看到这一组。好，麻烦把头转过来。好，请讲。好，接着淑玲、怡慧，要跟你们老师说老师好吗？以后要回来看老师们吗？好，挥挥手跟我们说再见。好，毕业快乐。再来，镜头带到这边，一起讲吧，来，一起对着镜头。好，来讲我。好，讲吧。然后呢？毕业快乐。然后呢？谢谢老师的教导。您中间转到这个班上，说一下对这个班的感觉。没有什么感觉啊，没什么感觉。你喜欢这个班吗？还可以。导师很正，对不对？你也是转进来的吗？好，你爱谁？黄晨。黄晨。好。再来，听说这位是全班最潮的，是吗？对，是谁说的？世界上最谁说的？潮到出水，你知道吗？潮到出油。啊，说说话吧，说说话吧。毕业快乐。老师我爱你。啊，太棒了，你们老师应该很开心。再来。毕业快乐。嘉义最有钱的朋友啊。侠客，来侠客，看你打拳的样子很帅，好说说话。看你打拳，比较很帅，三年来的教导，可以看，不帅了。好，很棒，来再来，我们看看。三年了。
业快乐。好，再来陆军。谢谢老师教导。嗯。好，还要跟你们导师说什么？谢谢老师。最漂亮的女生是哪一个呢？好，全宇宙最漂亮的导师是哪一个呢？小花啊，对对对对，哎，乖，不负我们三年教导啊！毕业之前对小花有什么话要讲呢？对着镜头大声说：“小花我爱你，小花我爱你，小花我爱你。”好，送一个飞吻。好，老师也爱你们。好，对着镜头说拜拜。毕业快乐，毕业快乐，有空要常回来哦。谢谢老师教我们三年那些画画技巧。真的哦，我也爱你们，舍不得哦。好，鹏程万里，毕业快乐。毕业快乐，耶、yeah ！好。哎，等过来，你们老师看你戴法箍不会生气吧？就谢谢老师。嗯，好。还有呢？谢谢大家三天以来，然后这样子我们好，那以后一定要回来看我们哦。好，会。好，然后要先打听一下我们想要喝什么饮料。知道。好，好，拜拜。好。